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长沙的朱尿弟。爹，这是我们老弟朱筷子，这是我们老娘朱波汉，这是我们的爹地朱喜云。欢迎收看我们朱尿弟五。这天，朱尿的和其他小朋友在院子里玩，他的宁香姑妈一家人都来了。哎呀，好妹子，你又到我屋来玩了。乖爷，我给你讲到楼顶喽。不干喽，我屋里娘有多多豆嘞。哦吼，你屋里爷爷蛮厉害啦，棒棒子喽。哎，大哥，你又有毛毛的？朱尿弟，你跳到我肚子里喽，他还会唱歌嘞。真的啊，听好看。我问你这个仔呀，以后要参加超级女声呢？我会告诉你。哦，我要是评委啊，我就给他一张 pass 卡。哎，他个大个位置不咯？他望得你憨憨不？进得俺等我啊，我怕你晓得报警啊！爷爷，你屋里在干么子咯？我的还冇想好啊，我爱人姓刘啊，你也跟我一道想下噻。要得。王妹子，吃饭不啦？吃饭呐，我的吃不进呐。我吃荤不啦？吃荤呐。松蛋松嘛，再搞点小菜喽。来喽来喽，写名字喽。姓刘啊，那就叫刘人家的吧，以后还会开分店。我怕你毛爱得多呢，我叫刘是你那样的不？叫刘奶奶和刘奶不？叫刘光南。那妹子呢？妹子就叫刘桂贤不？桂贤桂贤桂桂贤呐。哎呀，亚哥，朱波汉呢？你难追的份呐，真的韵味啦。下次请你们我们银钱吃发猪咯，老子骗你这不？大哥，我们写好你仔的名字了。男的就叫刘光南，女的就叫刘桂贤。哦吼，我要无师的。我喊了你小气点小气点，你气这么多，你肚子不痛才怪哦。你闭嘴喽，你个长的喽。快点你老娘飞个无师。出发喽。